哎，这就对了，你这就对了嘛，你喝杯酒不痛快，你说。那我送您回去。回哪儿去？送您回家。哪儿还有家哟？就剩我一人，孤魂野鬼。我今天就喝死在这儿。我开这么大一个公司有什么用啊？我给谁开啊？我找来找去，我就是给你开的。你看看你吃我的喝我的拿黑钱收回扣，你他妈什么都干。我能干那事儿吗？你干没干？这个是我的好兄弟，给我扛过事儿，我们一块儿开公司，一块儿打天下，这么多年了没少坑我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铁子，要不是我，他现在还在街上卖狗呢。他以前就是个卖狗的，就卖那个那个叫什么藏獒、斑点儿，还有那个吉娃娃。你完了，都可以给我一个。喂，还挺像吉娃娃。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？哎，跟圆圆道歉。对不起。欣欣，累了吧？一会儿妈带你去洗啊。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。我想奶奶了。我听珊珊说你不吃药，这不吃药哪成啊？啊，快吃药。不吃。这人是铁，药是钢，病人不吃要遭殃，快快吃。是遭殃，你不就盼着我死呢吗？妈，你看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我就是想让您吃药。吃了也没用。妈，那你怎么才能吃？让他儿子走。妈，你小点声。我干嘛小声啊？我在自个儿家里玩去，我干嘛小声啊？切！妈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妈，啊，咱有点同情心好不好？你骂我怎么没同情心了？我又没撵他们走。这四邻五舍的都说你是大孝子，啊，都怎么羡慕我，怎么的有福气。你笑吗？我今天算知道了，你跟我玩都假招子，口是心非，就嘴头上哄我。不是妈，你瞧他们母子多可怜呢，啊！那欣欣奶奶去世了，再加上那后妈那样，咱总不能让人家那孩子流浪街头吧？他又不是没爸爸，为什么他爸爸不管他？你当这世界上的爸爸都像你爸爸那么好呢？王婆卖卦。妈，我可没自夸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好多想法呢，是关于珊珊的。我？对呀，你呀。我准备呀，给他引进竞争机制，哎，让他干什么呢？让他俩产生那种竞争。让他跟我竞争？对呀，跟你竞争啊！你要比他强，你要超过他。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你，我都不想看。那你把药吃了。
水。你看我闺女多懂事儿。啊，咱走吧，咱们去分给你的那个房子。我不想待在这儿，我讨厌那个畜生，还有那个奶奶。儿子，让你受委屈了啊！珊珊呢，比你小，你就让着她点儿啊。奶奶嘛，她是长辈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已经睡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奶奶说：“没事别开什么灯，不知道费电呀。This is order， 命令你关了。”奶奶，他儿子真就在咱家住下了。你问奶奶，奶奶问谁去？谁让奶奶生了个窝囊废儿子？娶了媳妇忘了娘呗，哎，奶奶命苦。嗯，您看这批石材呢是现在价格那个最低的，然后这批价格稍微高一点，这批现在还没到。你把最低的那里边红色的给我找出来，最漂亮的，好吧？进。王总。哎，忙着呢。有事儿。有点事儿，你看一下。这什么呀？宏达公司的合同文本。这你给我看什么？这得给冯总看。冯总最近状态不好啊，而且越来越糟糕了，您还是看看。他是不是想公司也死了？反正。按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，公司迟早得死。你少危言耸听。洋洋，这我不是危言耸听啊。而且，作为朋友，我还想给你提个醒，你就不想为自己考虑考虑？我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你这么聪明，就不想自己做点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这还用我来点透吗？你是说？不是，你这么想啊？这个事儿啊，不光是为了你好，也是为了冯总好。你看冯总现在这个状态，万一哪天公司倒闭了，你说你这儿有个小金库，随时可以帮冯总一把。自立门户。爷爷，这么跟你说吧。就算是你现在怀了孩子，但人冯鑫可是长子，到时候分家产的时候，你说。谢谢邢主任。
邢主任办事真是有眼力。怎么凶残呐、啊？为父我从来没做。爷爷啊，你是不是唱你儿媳妇不好？我妈怎么了？这傻孩子，看你问的。你妈呀，那是我女儿。儿媳妇不是那个孙媛媛吗？啊，我是听着不对吗？哎，等着，我去给你做饭去啊。爷爷不用做了，我妈说她下班回来做。妈的，一天到晚够累的，省点用好不好？哎，我问你，那家对你怎么样？那个男的还行，他女儿和他妈我不喜欢，也不爱搭理。那他们搭理你吗？也不爱。啥也别说了，就怨你奶奶，走的早啊。您好啊，您好，找人还是订餐啊？找人，一位李先生来了吗？哦，来了，您好，这边请。啊、哦，好。啊啊，谢谢谢谢。啊啊，李处长，您先到了。我也刚到的，来，你坐吧，坐吧。怎么，就咱们俩呀？你先坐，你听我说，来，坐。啊怎么，咱们俩不能单独见面啊？啊你坐，你听我解释的。是这样，你不是希望我把几个头头都约来吗？见个面，我也答应你了。可是我一考虑呢，还是咱俩先见一个面，这样更好。啊，那我……哎呀，你不是就想继续留在段里吗？换一个好的工种吗？我估计啊，这个事儿我就替你做主了。不光是为我，主要是为刘小站。你自己还没有着落呢，你老操心着他。因为我欠小站的，我必须得还。现在谁欠谁的？下岗的又不是他一个人。因为我大，该下的应该是我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找您，不去做那些底下捣鼓的事儿，还说什么刘小站谈恋爱影响工作了，说什么刘小站差点出事故了什么的。如果我不说那些话，现在下岗的就应该是我。我马上就四十了，而小站毕竟还没到呢。行了，唐娟，你也别谴责自己了，也不一定。来来来来来，您吃点菜，来。来，加点菜，一边吃一边。谢谢。唐娟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一直想着你，我处处都照顾着你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啊，李处长，咱们就说说现在的事儿吧。今天呢，我是想把几位领导请出来，解决一下我工作的事儿。另外呢，我还。我还给各位领导准备了这个。唐娟，咱们之间不兴这个呀。在，你家那么困难，你。我这次是豁出去了，李处长，我就直接说吧，如果您真能帮我解决两个名额，我怎么感谢你都行。一个名额呢是给小站，另外一个名额给我老公。你老公？对，我老公，他呢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想把我的名额给他。
不要脸！你谁？你放开！你谁呀？你问他我是谁？你干什么？像个泼妇！你这才几天，又换一个？你说什么呢？不要脸，勾引我老公，谁稀罕呢？那你们这是干嘛？你问你老公啊？行了行了，你不怕丢人啊？我才不怕呢！我深圳不怕影子斜，是你老公跟我说好了，说他帮我约出其他几个领导，帮我和另外一个姐妹找工作，我这才来的，结果他就一个人来。好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们两口子享用晚餐吧。其实吧，我不是舍不得这份工作，我是舍不得你。咱俩在一块儿待的时间比跟家里人都多，对吧？一年四季，一天到晚，这么多年了，就只有咱俩。站电话，你替我接一下吧。喂，谁呀？我小站他爸。啊，是你呀？你看看，你也不来看看冯师傅。小站，是唐娟。他找我从来没急事儿，您就跟他说我做完饭再打给他。那个唐娟啊，他说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吴老板的九龙玉到货了，需要冯总签字，可是找不到他。打他手机。我打过了，他关机了。什么时候走的呀他？中午就走了，说是不舒服，去医院输液了。不舒服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冯总确实是病了，都好几天了，一直在吃药呢。真的？圆圆，抛开上下级关系，就当我们是普通女生。有些话，我说了你可别不爱听啊。我有什么不爱听的呀？说吧。你现在真的挺幸福的了，我们都是从最底层打拼上来的。你看看现在的你啊，多好啊，全公司的女孩都羡慕你。你就好好珍惜，好好跟着冯总吧。邢佳佳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呀。没什么意思？我真没什么意思呀。你要不爱听就算了。行，放下东西出去，我处理。
开洗脚店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就不能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舒服，有点晕。啊、有点晕？去医院了吗？去了去了。大夫怎么说？还输了点液，没事儿。输液了？你喊什么呀？多大点事儿，又在嚷嚷嚷嚷。输液了还叫多大点事儿？我下岗了，就来下岗了。你跟我说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跟你说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是怎么就说不着了？哎，行行，哎，我问你，你还没说呢，大夫怎么说的呀？都输液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还没跟我说呢，你这欣欣知道这？知道知道啊！你先里边歇会儿去，我洗好了叫你啊！快快快快！欣欣，你看你这脸，你看你这脸。走啊！哦，大哥，你喝点水。兄弟，哎，帮我个忙。你说，大哥，咱要把这钱给帮我洗车那师傅。这么多钱啊？不多。大哥，这还不多啊？我的车贵。姐，你发财了！发什么财？怎么这么多钱啊？就是那大笨老板给你的。神经病！神经病！我要是碰上那神经病就好了。哎，哥几个，刘姐发财了，今晚请大家吃饭，好不好？不是，那你今儿我给你喝吧。走，嗯，快点，走不走你？我们去一个地方，你赶紧的，我们赶时间。不是，我有点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要拒载是不是？怎么叫拒载呢？别别，你别说，你哪个公司的？啊，我给你举报了，你信不信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啊，我一年360天，我天天停车，我自个儿不能有点事儿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这跟我也没关系，那么多车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那我应该怎么说话？兄弟，你下车来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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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还能怎么的呀？哎，你神经病啊！你给我那么多钱，我会让星星带给你啊。我，哎，哎，你挂什么挂呀？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啊，等着啊。那，啊，来来来来，那个我有事儿，我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去了，你们俩去吃饭去啊。谢谢大姐。
儿子让人打了。打了？怎么会？怎么还不是因为你儿子？我儿子为了给你儿子腾地方，天天在这小床上凑合。他晚上休息不好，白天出车心情能好吗？那碰着事儿能不起急吗？那，你去医院，医生怎么说呀？医生说他傻了。啊？他说不出话来了，脑震荡。脑震荡？这么严重啊？周勇，周勇，你跟我说句话，你要急死我呀你！假的假事的，谁的儿子，谁身上的肉，谁心疼。周勇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今天去洗车，去你那儿。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我没洗，看见一个大老板。啊，对了，是你前夫。他也是去洗车的，怎么就那么巧就到我那儿去了？去洗车也正常，人家有车嘛，还是豪华车。在哪儿洗不是洗？哦，对，后来我看你们手拉手进屋了。不，什么手拉手啊？怎么？听这意思，你还没跟你那个前夫断，还拉拉扯扯的？哎，你把我儿子当傻子呀？你耍他呀？你太过分了，娶也娶进来了，你儿子都住到我们家里来了，你还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，你什么人呢你？你怎么这么说呀？哎，让他走。师傅，我不走干什么呀？接着爱你妈妈呀？不是我妈你，要不我再打我妈去。我先打你我。笑什么笑？要不是你黑着脸让你妈看见，你妈能骂我吗？我可没黑着脸，我一直在那闭着眼呢。你都跟她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，我就是躺那儿，我也不吱声，我就迷迷糊糊的，我就想一些事儿。他过来就瞎猜想嘛，又说我休息不好了，又什么的。说来说去还是怪你，什么叫我们俩手拉手啊？不是，我现在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。冯国强去洗车，你听我说。哎，冯国强去洗车，他刚从医院输液回来，差点晕倒了。那我就说扶他进办公室去歇会儿，就扶他进去这一下。怎么了？就是一个不认识的人，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啊？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一想，肯定是有什么原因。只是我当时咋想的，我就多想，我那种，你明白吧？我不明白。后来我一人开车，我开在路边，也有当着有点想多了哈。我就在那儿眯了一觉。这时候来俩打车的，哎，我说我这有事儿，那俩孩子就把我给催了。另外就跑，没弄过他，还笑，他就回来了。看看，没事，没事，就是擦破点皮儿。我还是有一定力度。还疼吗？没事，没事。真没事了？啊，真没事了。没事，你给我回屋躺着去。好，谢谢，走。谁呀？怎么不敲门？我，这是最近这段时间的财务报表，我整理出来了，你看看。谁让你上这儿来的？不让你好好在家待着，好好养孩子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你整天就这样萎靡不振的，我不来能行吗？我不舒服。
你不是去过医院了吗？我这儿难受。我妈走了，我爸走了，欣欣也走了，报我表，挣这些钱干什么呀？原来你挣钱就是为了你爸、你妈、你儿子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呀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又算什么呀？他们走了，你就什么都不想干了，公司也不想要了，你现在就跟死了一样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呀？你别跟我说死死死的。我就这么说，怎么了？人死不能复生，难道你难过，你妈就能活过来吗？她已经死了，你要面对现实。你给我闭嘴！滚！滚出去！保住了，但是没了。很抱歉，两个孩子是龙凤胎。听说咱爸爱吃这个，哎，正好我那战友啊从东北过来出差，我说你给我带点这东西。嗯，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开了一个酸菜厂？我说我都听说了，那几个哥们都给我打电话了。带来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要说这个东西，嗯，还在东北，那是那是当地出的，它的味儿不正，没法比和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那些年净吃这个。哎，好，好，哎啊，那小伙子啊，你这头怎么回事？听见没有？咱爸说啥了没？管我叫小伙子，年轻。别打岔，爸问你头。是啊。啊。哎呀，
小事一桩，擦擦脸皮儿。你怎么这酸菜呀？我跟你讲，哎，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弄的啊？啊，走路没看，撞树上。什么？你撞树？哎呀，爸，是这样，是这样啊。你别看我呀，你小弟哥，特别善于思考，什么国家大事我都想掺和掺和。你像这个低碳生活呀，塔利班呢，核拆军呢，这矿难空难呢，这西气东输啊，云南大旱呢，这飙升的房价，还有这，尤其这油价啊，我跟你讲，就这油价我是最上心，思考判断撞树了。爸，你别听他贫。大事都是大事，装的全是大事。怎么了，领导？怎么不进屋啊？周师傅，你真的让我很感动。哎呀，我也得像你这样哈、啊。哎呀，就干这么点小事儿就被感动了，那以后我要有什么大手笔的话，你还不得感动的跳楼啊？去，才跳楼！我过去忙。想吃点什么？想买点什么？你随便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爸买了个空调，这是工人来安装的。来，快快，放里。哎，别磕着啊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好，我帮抬一下。哎，来，放，我帮抬。来，好。老爷子还真挺带劲的，你会说呗？这不是会说，你说那么大岁数了，咱们也应该关心，知道有什么困难咱就得商量，对吧？哎呀，老天真是公平，我嫁了个好人。哎呀，老天真是公平，我娶了个好人。什么时候都贫。父母想也是，儿子也不管了，爹也不管了，这变怎么样了？他肯定心里不好受，我估计还没缓过劲儿呢。哎，又跑哪？欣欣，看车啊！
我会觉得无比快乐，不需要多说什么，我们都懂得，哪怕风雨来袭我们勇敢度过，乌云让微笑冲破，幸福再不会错过，因为我们彼此懂得。